仿佛来到银白世界，二十米瀑布凝结在半空中，变成一片闪白，气温骤降，瀑布结成冰，变成绝美冰瀑，民众兴奋录下影片。小瀑布缓缓流下，冰水交融，画面超级漂亮，像是帮瀑布穿上冰衣一样，有如冰雪奇缘电影场景。二十米瀑布挂在山壁上，也宛如白丝绸。还有一根根冰晶冰柱挂在山壁上，光线照射显得晶莹剔透，美不胜收，随便拍都是美照连发。这里是南横公路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路段，近期连日低温，24号温度平均摄氏1到2度，游客看见瀑布冻成冰晶画面，大赞耶诞前夕遇到难得奇景，真的美烦了。天池到向阳路段有很多路边的边坡都有结成冰晶的状态，景色非常漂亮。提醒用路人，如果要上山的话，一定要多穿保暖的衣物。天气好冷，开车上山得多注意路程车况，小心路面湿滑。难得一见的绝美景色，让游客超开心，纷纷捕捉冰晶美景，结冰瀑布特别吸睛。记者蔡双吉、陈南山高雄采访报道。海皇 XO 干贝酱，这款干贝酱呢，里面真材实料。比方说，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，非常非常的新鲜而且肥美，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。